各位好，欢迎收看这一节天文台的天气节目，我是黎宏俊。东北季候风今天影响着广东沿岸，来到六点钟，各区的气温是在21、22度的。天色方面，在维港望出去，今天都见到天上面比较多云的。原因就是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着华南地区，预计这道云带会在今天维持住的。所以今天的天气会是大致上多云，朝早有一两阵的微雨，日间的最高气温是大概24度，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，而初时离岸是会间中吹强风的。接下来几天的天气，我们一起看看预报图。预计季候风会在明天继续影响着广东沿岸，所以风势仍然都会比较大。而受到低压槽的影响，在周末的时候，广东沿岸的骤雨会比较多，还会有雷暴的。不过随着低压槽的远离，去到下个星期初，见得到在华南沿岸的骤雨又会减少的。所以天气的展望方面，预计明天是会有一两阵的雨，而星期六受到低压槽的影响，骤雨会比较多的。而去到下个星期初，由于低压槽的远离，骤雨又会减少了。天气讲到这里，下次见。